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67面，367面，倒数第二行。上显法身离体，真舍之际；下明度身方便，真舍之力。离不碍事，即而常照，悲心无尽，垂及度身。故下云：但以仇怨度生，现在西方等等。前面一句交代得很清楚，上面讲如来无来无去，无生无灭，这是讲法身离体，这是属于真实之际。真实之际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诸法实相。世尊随顺真谛而说的。真谛是佛自己亲证的境界，不是凡夫能知道的。这一下呢，从但以仇怨度生，现在西方以下呢，这是方便普度。真舍之力，这随顺俗谛啊，真是讲理，俗是讲事，理不碍事，即而常照，这是理啊，自信的启用，悲心无尽，垂及度生。这就是愁肠本愿。菩萨在没成佛之前，曾经发过普度众生的大愿。现在菩萨成熟了，这个愿自自然然就圆满了啊！愿决定没有虚愿啊，也就是没有不能兑现的愿。这个道理很深，无论是善愿是恶愿。菩萨发的愿是度众生的善愿，六道众生的愿是报恩报怨。同样也会兑现啊，生生世世这种愿心呢，永远跟着你的业报，他不会舍弃的。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。
啊，所以发愿呢，不是儿戏的，啊，不是说说玩玩的，他真的会兑现。菩萨呢，但以酬愿度生呢，现在西方。酬，报也，答也。我们俗话说报答。酬愿，即俗语之还愿。啊，中国在民间，特别是在农村，这些人民呢，都懂得在佛菩萨神明前面许愿。如果事情成就了，他就来还愿。啊，还愿是报答，为实践其本愿。法藏菩萨的愿，皆指因地当中的48愿，今即成佛。啊，现在成佛了，这本愿中无量光寿等等，三种庄严等等，无疑不是现也。啊，这个三种庄严就是往生论上常常讲的啊，国土庄严、佛庄严、菩萨庄严啊，我们把它换个名词，大家好懂。国土是道场，就道场庄严；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啊，这样大家就很容易明了了。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不能不知道啊！到极乐世界去读书啊，去上学啊，这个学校毕业了，就叫成佛啊，所以这是成佛的学校。校长是阿弥陀佛，教授是十方诸佛跟化身菩萨。不是去干别的，学成之后干什么？学成之后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帮助如来教学，帮助众生成佛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干这个事情。跟世间人不一样，世间人干这种事情啊，他有报酬的，有名有利也，有报酬的。佛菩萨干这种事情没有报酬的，啊，没有名利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毕业的人，他们住在哪里？他住在常寂光里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常寂光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与变法界虚空界
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啊，众生有感，立刻就应。有感的人有心，他是凡夫。啊，就是有心有念。如来与化身菩萨的应呢，他是没有心没有念，妙就妙在此地啊！啊，感应就是随缘啊，随缘而不着相，而不起心动念，这就叫妙，这叫随缘妙用。你想想看，这个事情好不好？如果觉得不好，这工作好像太单调了，那你继续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很热闹。啊，天上人间地狱，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不是一般人，他在这个六道里头酸甜苦辣受尽了，不愿意再受了，这才到极乐世界。这酸甜苦辣还没有受尽，还想继续去受啊，这一念心呢，是决定不能出轮回的。啊，虽然学佛没用啊，皇帝学佛也要堕阿鼻地狱啊。啊，有一个人告诉我，他得到一个信息。就在最近，有一个皇帝从地狱出来，不知道是哪个皇帝，他晓得有这种事情。不容易啊，他不是修佛的，他是修道的，道教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要不是把它讲得清楚、讲得明白、详细介绍，现在社会人不容易接受。为什么呢？迷恋在七情五欲之中，他认为这个好玩。啊，佛菩萨的生活太单调了，不好玩。啊，不知道极乐世界的好处啊，不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啊。啊，看电视，现在人觉得这是一种享受。中国国内我不太了解啊，在国外电视都能收看到100多个频道，内容的丰富你看不完了。啊，那是节目的内容，没别的，引发你的贪嗔痴慢。
激起你的七情五欲干这个，让你的心里的念头永远是浮动的。你粗心大意，以为这个里头有路，佛给你讲真话，这里头没有路，只有苦。啊，什么叫路呢？苦暂停一下，哎，你觉得很路。啊，路还没享受到，苦又来了。只是暂停啊，所以佛讲啊，三界痛苦啊，欲界苦苦坏苦行苦全有，色界28层天苦苦没有了，它有坏苦，它有行苦。六道里面最高的无色界4层天啊，他没有苦苦，他没有坏苦啊，没有苦苦，他的欲禅定控制住了啊，虽有的不起作用，所以没有苦苦。他不要身体了啊，不要身体就没有坏苦，但是他有行苦，行苦论，他不能够永远住在这个境界里，他的定功失掉了，境界就失掉了。定功失掉之后，阿赖耶的业习气啊，造的善恶业的习气又起作用了，这一起作用又要搞轮回干这个事情去了，所以是苦不堪言呐。佛形容六道啊，苦海无边呢，在这个里头头出头没啊，佛菩萨是站在岸边呢，看到苦海的众生了啊，超越六道，才出离苦海。啊，菩萨悲悯这些苦难众生，特别是指六道轮回的众生啊。法48愿，愿愿都圆满实现了，这就成佛了。啊，经济成佛，在本愿中无量光寿等等三种庄严全实现了。48愿，一一之愿皆为法身，今则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三身成就。六道众生，我们这个身也叫报身，业报身啊，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，这三种业报身啊。如来不是的，如来这个报身是智慧也，化身是慈悲也，
啊，化身不为自己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啊，报身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其心动念都没有，所以报身是真实智慧。啊，他的体是真实之机，啊，体是自性，他的作用真实利益，啊，作用是对设法界一真庄严的，啊，也称之为十法界众生。啊，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。啊，这个现象圆满包括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是真实受用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是他利他了啊，真实之力是利他的啊，自利圆满了，其用是利他，不是自利啊。啊，自利是在常寂光清净寂灭那么三生成就，又一业之愿皆为众生，是故必然酬愿度生。啊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不但六道里头，还要帮助四圣法界。啊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他是相似即佛，帮助他，提升他。脱离十法界，啊，天台大师所说的分真即佛，再帮助他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众生无尽。菩萨的大愿无尽，菩萨度化众生的事业无有穷尽，普贤菩萨所说的世间人看到佛菩萨很辛苦啊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众生难度，你以善心向他，他以恶念环抱，啊，佛菩萨苦不苦呢？众生看到很苦，佛菩萨如果感觉到有苦，他就是凡夫，他堕落了，他退转了，他不是佛菩萨。为什么？佛菩萨住在常寂光里头啊，哎，在我们世间也现身呢，啊，像释迦牟尼佛释迦佛的这些弟子们，有很多是诸佛应身来的，
是许多化身大菩萨、等觉菩萨来的。现在我们有一点明白了，原来他们都住长吉光中。长吉光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一不异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他哪里受到苦呢？这个事实的真相，一般人确实没有法子体会。为什么？他用的是轮回心，怎么理解长吉光啊？轮回心对四圣法界都无法理解啊，何况长吉光？啊，所以仇怨度生的事业了，在世间人心目当中太伟大了，神圣的事业啊，佛菩萨的事业，全面的帮助众生。众生希望得到什么，就帮助他。菩萨的善巧方便多了。如果这个众生要造恶业，菩萨要不要帮助他？你想想，你一想就不帮助他。你不想呢？不想不就帮助他了吗？真的不是假的。菩萨帮助他造阿鼻地狱罪业，然后他就堕阿鼻地狱去。这是什么？这菩萨的慈悲，慈悲帮助人造恶业，把他送到地狱，没错，因为他有这种业习。这个物业的习气，只有帮助他堕地狱，赶快到地狱去消业，消业出来了再去堕他。你看，这不是方便法吗？他要不受那么样的苦，他对佛法的信心就升不起来。这个事情我们反复不知道。凡夫想不透啊，嘿，菩萨那你顺理成章。所以你修善，菩萨帮助你；你造恶业，菩萨也帮助你。菩萨有真实智慧，他把你送到地狱，他在地狱门口看着你。什么时候受满？不享受了，好，出来吧，他就接你出去了。这是真实之理呀！人迷到了极处，不是吃尽苦头，他不肯回头。你让他早一点吃尽苦头，他不就早一点回头吗？谚语所谓“长痛不如短痛”啊。啊，长远的折磨，哪有一次吃尽苦头不就好了吗？啊，你才晓得诸佛如来那种善巧方便，真不可思议啊！
真的是叫大慈大悲啊！他不是害你，他是真正救你啊！佛菩萨都知道，生命是永恒的，没有生灭。啊，众生贪生怕死，啊，那是误会，以为真有生死。啊，菩萨了解，前面我们刚刚读过，没有时间，没有三际，没有十方啊，都在现前，都在当下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这才叫真实之际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所作所为决定跟三种真实相应。啊，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。凡夫跟这三种真实完全相违背，生活在虚妄的境界当中，没有一样是真实。六道十法界，无非是梦幻泡影。凡夫都在这里头啊！起心动念、自私自利啊，名闻利养啊，损人利己呀。与十恶相应，哪里像菩萨？菩萨起心动念，真是智慧。啊，六道凡夫起心动念，就像地藏经上讲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孽。他造罪业，啊，果报。你看，化身菩萨的果报，净土、极乐世界，住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些凡夫，住六道。六道里头流转不息，肯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呐。啊，三善道是三恶道的苦暂停，叫做三善道。业报现前呢，又去受苦去了，就干这种把戏，生生世世，永远干不尽的。所以佛教的愚痴啊，可怜悯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无论你应化在哪一个世界，纵然应化在阿鼻地狱，实际上你还是住在极乐世界的十八土，你没有离开。
不利于当处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当中现身，这是你的本能啊！往生极乐世界干什么？恢复我们自己的本能啊！我们自信里头有无量的智慧，无比的德能，无尽的向好，它全都起作用了啊！我们现在都有啊，人人都有啊！啊，佛说的很好，你为什么不起作用？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。啊，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所以你自信里面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通通现不出来。你要是把佛这一句话参透了，你就恍然大悟啊！我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不就恢复了吗？一点都不错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能享受极乐世界的乐。你能享受到华藏密言之乐，那你要是不能恢复，真实之际变成无明烦恼，真实智慧变成了尘沙烦恼，真实利益变成见思烦恼，所以烦恼即菩提，它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迷了是烦恼，觉了就是菩提。佛跟凡夫的差别，就是觉迷不同而已，除了觉迷之外，没有一样不同啊！啊，境界是假的，随着念头在变呢。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法是假的，念头是能变，法是所变。啊，所以幕后这一句说得非常好啊。四十八愿，每一愿都是为众生，阿弥陀佛从发心修仙证果教化众生，这四个字说尽了，酬愿众生。下面从事上讲，从现上讲讲，大家容易懂啊。现在西方，现是今，又是现，有这两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佛经上讲，今现在。啊，那今现在怎么讲法呢？今就是此时，就是现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呢，是现在，极乐世界。啊，今现在
这一句含义如是啊。佛身遍一切处，净土遍一切处，身土不二啊。那么跟你说西方，这还有什么意思？阿弥陀佛遍一切处，极乐世界遍一切处，跟你讲西方，这有什么意思？方便说啊，这叫示现啊，方便示现。东晋那个时候，慧远大师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，啊，东林念佛堂。集合123个，志同道合。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。这么一个道场，啊，这么多的人在那念佛，他所依的，给诸位说，就是无量寿经。因为那个时候，《观无量寿经》跟这个《小本弥陀经》都没有翻译出来，啊，可能已经到中国了，但是没翻译出来。《无量寿经》是最早翻译的，啊，圆公大师建立净土宗就是依靠一本。无量寿经，东林念佛堂就是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在庐山示现的道场，啊，就像中空禅师所说的。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这话是真话了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如《法华经·受量品》云，若有众生来至我所，这个我所讲极乐世界，我以佛言，观其性等，住根离等，随所应度，处处自说，名字不同，年纪大小，一佛现言，当入涅槃。啊，这是说弥陀的善巧方便，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啊，佛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呢？当下，当初，当下是讲世间。当初是讲空间，就在先前呢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不是他方，不是此界，
因为他无处不在，佛无处不在，净土无处不在，所以心经在佛土经。啊，心经之后，用现在科学家的话，你进入一个另一个空间位置，不是现在的空间位置。啊，现在空间位是三维空间，你进入一个多元空间位置。啊，你看到极乐世界了，你看到阿弥陀佛了，你所见到的是真的，不是幻象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所以经教要没有一定深度，信心生不起来。现在人业当中，闲事在哪里呢？叫心浮气躁，妄想太多了。啊，真的是非常密集，一个接一个，这苦不堪言。这叫真苦啊！啊，所以他的感官世界千变万化啊，不像菩萨了，菩萨智心一处啊，他感官的世界里头没有变化。就是十报土啊，十报土没有变化，啊，每一天见佛，佛天天给我们说法，长时间都在说法。没有中断过，你要不要吃饭？不需要。要不要睡眠？也不需要。财色名食睡叫五盖啊，盖覆了你的真心。也叫五种欲望。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自信里头没有，自信里头只有智慧德相，其他都没有。其他这些拉拉杂杂，全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，分别执着没有边际。那么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就没有边际。自性清净心，它能现能生，它不能变。所以它现出来叫一真。啊，通过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时候，就是虚妄的，这不是真实的，那个境界没有边际，
无量无边。虚妄的境界跟真实的境界融合成一体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真不爱妄，妄也不爱真，正如同我们电视画面一样。真是什么呢？真是屏幕，妄是里面的色相。频道再多，几百个、几千个频道没关系，有没有妨碍屏幕？没妨碍啊，屏幕永远不会被你染污。这就是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画面是动的，屏幕是静的，本无动摇。画面有生灭，屏幕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，生灭不妨碍不生灭，不生灭不妨碍生灭。啊，我们从电视屏幕跟画面当中领悟啊，佛经上所说的甚深的道理。你在这个里面就看懂，就看明白，然后一回头，现实环境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。圆融无碍啊，然后你就晓得，哦，一念觉就妙其真如。啊，好像做梦一样，忽然知道我现在在做梦，觉悟了。啊，不觉悟的时候迷有苦啊，有苦有乐啊。觉悟之后，灭苦乐了不可得。乐在哪里？哎呀，这个人很快乐，那是个假象，在屏幕是个假象。啊，屏幕绝对没有乐的样子，它干干净净的，一尘不染。啊，里面形象是幻象，不是真的。乐如是，苦也如是，苦乐都不可得了。这人叫明白人，这人叫觉悟的人，觉悟明白就叫做佛陀。啊，印度人称为佛陀。这都叫随缘妙用，方便实现。啊，下面说，你看诸根立顿，啊，观这个众生心结愿心，都清楚啊。能看到众生过去生生世世在干什么啊，所以教学就契机了啊，处处自说名字不同啊。
啊，年纪大小，一复现言，当入涅槃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做如是的事情，八相成道，特别偏重在教化众生。啊，八相成道里的转法轮，又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，能令众生发欢喜心。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没有一定的方法，没有一定的仪式，随机应变，只有一个目的，让他开悟。悟了了，事情就完毕了，功德就圆满。啊，古时候的人，人心淳朴，人心忠厚，人心善良，啊，所以教他守规矩，哎，他就会开悟。这就是释迦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，就守法了。只要你受法，你就会开悟。可到相法不行了，相法持戒不能开悟了。为什么？妄念多了，没有正法时期那么老实。啊，这就叫人修定。啊，修定能开悟。有定中呢，你能够突破空间维持。你能够见到诸法实相。恍然大悟。啊，末法时期禅定这个方法难了。为什么？叫心浮气躁，入不了定，他定不下来。啊，佛用了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有效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依这个方法成就的人不少啊！净宗在中国有1000年了，这1000年依照这个方法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成就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！最保守的估计，10万人以上啊！啊，哪一个宗派，哪一个法门，都比不上净宗的多啊！他往生就成就了。啊，可是现在叫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几个人能做到？10000人当中找不到一个。
以前的人心浮气躁，像浪花一样，像微波啊，小浪啊。现在人心浮气躁是巨浪、大浪啊，他怎么能够平息下来？啊，那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呢，就是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让他真正听懂。啊，要劝他多听，要用古人这个老办法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用这个方法把那个浮躁的心慢慢的化解，让他回归到平静，问题就好解决了。啊，心念行都是从这里建立的。心浮气躁，妄念很多，心愿行全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心愿行是一体的。我信了，我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还不想念佛，那没有信呐。啊，心愿行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有一个后头一定都居住啊，那是真性啊，没有愿性是假性啊，不是真性啊。法藏菩萨在化心，从化心到成佛，你想想，他是什么心态？经上讲的一句话，我们前面念过：“一切皆成佛。”换一句话，没有自己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皆成佛，就这一念。我们学佛是不是这一念？如果是这一念，你跟阿弥陀佛同心，心也相同了，事情好办了，肯定同愿、同德、同心。你要么有这一念，跟阿弥陀佛不是一个心的，一切皆成佛，在一切法里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了。几个人能做到？啊，今天世界上人口有65亿。65亿人里头，能不能找到6个人？10亿人里头，能不能找到一个？可能一个都找不到。从前有，现在为什么没有？没有人学教了，学佛的人很多。什么是佛不知道？念佛的人很多，对极乐世界迷惑，不认识，不了解。所以极乐世界在他心里是模模糊糊的，模糊什么态度呢？哎，
续也好，不续这也很好啊。啊，想想我们这个世界不错嘛。啊，没认识清楚。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。啊，留下三部经，专门讲极乐世界。啊，无量寿经最详细。经中概论。观无量寿经是偏重方法，啊，十六种不同的方式修净土，啊，阿弥陀经最简单、最扼要的，就是叫你持名念佛。专门介绍极乐世界经会念什么意思？不懂啊！啊，字字句句都这样微妙啊！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今天313集，每一集是2个小时，626个小时了，还没讲到一半。这部经我们这样讲下去，估计大概要1200个小时。什么人有1200个小时来听这部经？那是多大的福报啊！这一部经用1000多个小时去研究它。啊，来说明他，一般人家不敢轻视净土了。啊，我记得我是第二次到美国。美国有一位同修是美国人，他在纽约大学念书，专攻华严，啊，是个女孩子，很聪明。纽约大学跟台湾大学有交换学生，所以他有机会到台湾来去住半年，啊，在台湾学习，找到了我，我讲华严经，他在我图书馆住了几个月，告诉我，劝我到美国弘扬净土宗。啊，美国有禅宗，有密宗，很圣贤，没有净土宗。啊，对净土非常陌生。啊，他要我去。啊，我那个时候讲了一部《弥陀经疏钞》。我记得是300多个小时，
啊，如果一天讲一个小时，讲一年呢，一部弥陀经呢，一般人不敢相信的。那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要讲1200个小时，谁相信啊？啊，华严经我们讲的是注品，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啊，真正有耐心听下去，他就尝到乏味了，快乐无比啊！啊，听到不感兴趣，没听懂，那当然枯燥无味。啊，真听懂了，世间什么样的娱乐，他全放下了，这里面的快乐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肯定了古人所谓的“是味哪有乏味浓”啊，这乏味真浓啊！天上人间那个乐都是世味，跟乏味比是不能比的。啊，大乘经教会多浓，啊，尤其是华严跟无量寿经。永远听不厌，永远学不倦的。古人说的教不倦，学不厌，这讲老师给学生。为什么法喜充满，不亦乐乎啊？啊，这个里面的乐趣，世间人不懂啊，他们不知道啊。啊，知道的人乐此无穷啊！啊，怎么会疲倦？一片光碟，有人能听上几千遍，他没有感觉到枯燥无味，越听越有味道，越听越有悟处。听到最后，真的，他开悟了。末法时期得用这种方法啊，但是这种方法也在叫有缘人啊，没有缘的时候，他没有耐心呐。啊，学一样东西。学个3遍5遍，行了，我已经学得很不错了，学了3遍，学了5遍了，没用处。他学了一点常识，学了一点皮毛，没有欺辱啊。事出世间法，真学。一定要把它搞懂、搞明白。那一遍是不够的，所以在从前难了。啊，从前学一部经，听法师讲经，法师讲一遍不会给你讲第二遍，那怎么办呢？
哪个地方有法师讲经啊，就到哪里去听。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，他学四分律，四分律的分量很大很长，他一生听了20遍，哪个地方有人讲他就到哪去听。不容易啊！现在的方便，有录音，有录音。法师讲经把它录下来，我可以不断重复的去听。能不能开悟？能。怎么开悟的？心定了就开悟，不是别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听经是什么？修定啊，一遍一遍的看，一遍一遍的听，修定。有些人讲话的言语听不懂啊。我在旧金山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送我一片那是一卷录音带，卡式的，送一卷录音带，谭旭法师在香港佛七当中讲的开始。他是北方人我第一遍听第一遍大概只懂得30%，听第二遍又听多懂一些了。我听了30遍，他讲的东西我完全听懂了。所以我学东西一般差不多都是30遍的。不会少于30遍。有可能多于30遍。不会少于30遍这个无量寿经，我这一次是第11次的讲以前讲过10次不是讲注解，这一次讲注解遍数不多不行呐。没有切入进去，没有入这个境界。熏习不够学东西实在讲，不要复杂。一部经能帮助你开悟，哪一部经？任何一部经都可以。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道理要懂。最怕的是怕学的太多了，学的太杂了，学的太乱了。你这一生不会成就，你所学的全是佛教的知识，慎学。为什么那么样重视戒定慧？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30诸佛，没有一个不遵守这个原则的。戒什么？规矩。你不守规矩，你不能入门。守规矩，你才能得定。
一门深入是规矩啊。你心是定的，你不是散乱的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心都是定的。定久了，豁然就开悟了。啊，一部经容易得定。三部、4部、10部、8部的时候，你一生得不了定。为什么？你思想是乱的。你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，尤其现在这个社会，诱惑的力量太大了。啊，你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境界，都在诱惑你，都在扰乱你。啊，你要是欢喜跟他接触就完了。啊，你这一生呢？与智心一处，与禅定就没有缘了，缘就断掉了。啊，没有定哪来的慧？啊，那么你一生所学的，用现在人的话说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佛学家，你可以拿到佛学博士学位。你也可以做一个佛学教授，啊，你也能讲得天花乱坠，甚至于你也著作等身，世间名闻利养，你可以捞一些。于三昧，于开悟，于了生死、出轮回，毫不相干。现在这种学佛的人多啊，真正依照古大德的方法去修学的人没有了，所以他不能成就啊，不能成就是他得不到法喜。啊，他得不到像佛菩萨那样的快乐。古圣先贤的典范，沉船到现在不容易啊！肯死心塌地、遵守奉行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如果认为这个方法太老了，啊，没有现在科学方法这么活泼。啊，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佛学，佛学变成了科学，不是佛法了，啊，就变成世间法了。现在学佛真难呐！我们明了，所以利用网络，利用微信，啊，跟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有缘同学，他收看网络，收看微信，就是有缘。啊，我们用这个方法，啊，跟各地同学在一起学习，在一起分享。
觉得古圣先贤这些大德的方法，哎，还可以学，你就不妨试试看。只要你有决心，有耐心，不改变，那就像古人所说的，七年小成，九年大成。真的不是假的。这两句话真的是佛菩萨才能做到，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，能令众生发欢喜心呐。欢喜他才会接受啊。经云：现在西方，即随所应度方便说微妙法也。阿弥陀佛以这样的善巧方便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建立这个大道场，广大无有边际戒引一切众生到这个地方去修行。这是为什么？十方世界六道众生寿命都不长啊，短时间你的烦恼习气断不掉啊，一定是长时间到极乐世界头一个你所得到的无量寿啊，永远不老啊！如果寿命长，老了，老了多辛苦啊！那还能学吗？不能学了。极乐世界永远年轻啊！个个都像我们这个世界，十几二十岁的人。年轻力壮你问问他的年岁，不是说几百岁几千岁，他跟你讲他活了几个阿僧祇劫了，还是那么年轻，还是那么力壮，还是那么样学习。这个机会到哪去找去？只有到极乐世界，出极乐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。如果你觉得生老病死苦不错，那你就留在极乐，留在娑婆世界。轮回里头慢慢就搞去。你如果觉得这个很辛苦，如果说以自信来讲，这个生老病死那是莫大的羞耻啊！你本来是佛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？知耻近乎勇，我不想干了，回头。回头到极乐世界去靠我们个人的力量回不了头，阿弥陀佛就帮上你的忙了。只要你有回头的念头心才一动，
信息，阿弥陀佛就收到了，他就会加持你，就会帮助你。啊，你就会有缘遇到这个法门。因此，正是直方立相，即是而真之殊胜方便。这是阿弥陀佛给六道众生的真舍利益啊，直方立相，方是方所，直方是西方，立相是在那里建立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思想啊，极乐世界是道场。是大道场，极乐世界是学校，极乐世界是全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啊，十方世界仰慕阿弥陀佛，啊，真正回头了，希望在这个学校里头圆满成就。啊，成就之后，可以说，皆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啊，跟阿弥陀佛同心、同愿、同德、同心。即是而真呢，殊妙方便呢。殊是特殊啊，殊胜，殊胜法门。善导大师破十七义，为娑婆众生妄心暴动。这暴动两个字说得好，特别是现在的众生啊，就像瀑布一样。水流得多急啊，不但急，而且复杂，乱流啊！啊，如果你参观过美国跟加拿大边界的大瀑布，你就能感受得到。啊，众生心呢，就像这样的。直方立相，尚未能专注，宽无方无相。无方无相是一般大乘上的理论与方法，所以它难啊，不像净宗，净宗有一定的方向，有一定的一个目标，只要你专注，你决定能成就。而且成就快，啊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事实上也给我们证实了，啊，就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三年五载决定成就。
究竟需要多少时间，自己决定。果然是勇猛精进，那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七日，肯定成就。精进佛起啊！不过精进佛起是真放下，有丝毫没有放下，就容易着魔，那个麻烦就很大。啊，李老师以前告诉我，他在台中办过两次精进佛起，以后再不敢做了。他告诉我，参加的同学人不多，不超过十个人。主气司精神能够照顾得到，十个人以上照顾不到了，人太多了。啊，其中还有一个着魔了，老师为这个人花了半年的时间把他恢复正常。烦恼没放下了，带着这个东西勇猛精进，麻烦了。但老师提出这个事情警告我，叫我不可以干这个事情，很危险。啊，人家来参加是好好的一个人，七天之后就变成神经病了，你对人怎么交代？啊，普通的夫妻可以打，他不严格，没关系。啊，精进夫妻就怕有这个麻烦。修行不容易啊！啊，最稳当的方法还是教。啊，教是什么？渐进，它不是那个很勇猛的，慢慢的，一天一天的求进步。啊，放下也是的，一天一天的，点点滴滴的慢慢放。长时间的熏习，啊，自自然然，心就清净了。心越清净，这个经意你深入的就越多，你会看到字字句句无量意，说不尽啊，这个里头其乐无穷啊。逐渐逐渐全搞清楚了，全搞明白了啊，那我们自己念佛求往生就很简单了，不难了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完成之后，啊，又身体不好啊，年岁也大了，不想再注释了，啊，一心念佛，一天14万声佛号。6个月，他就走了。这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。啊，万缘放下。一心专念，
没有一个不往生。上都疑云：归命三宝，要直方立相，住心取境。以凡夫细心，尚不可得宽立相也。这就是说，其他法门难，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立相。啊，净宗不理想，净宗立相到极乐世界，先是直方立相，求生净土；到极乐世界再立相。啊，所以古人说：“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”我们把开悟这桩事情放在极乐世界，啊，现在呢，专求净土，啊，李老师当年告诉我，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净土也不例外。净土上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目标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现在的这个目标呢，一心转念，净宗的殊胜，所以48愿重要啊！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。愿愿为度众生，愿愿帮助众生，一生成就啊！啊，一切皆作佛。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归命三宝这一句看起来容易，真正归命不容易 啊一般文字上看到皈依这归命啊，三宝是觉真经，啊，归社回头，归命是叫我们回头，我们的生命要依靠自心三宝。佛时自心觉，觉而不迷；法时自心正，正而不邪；身时自心静，静而
不然。啊，觉正净是自性三宝啊。啊，就是我们无量寿经的经体，清净三宝。平等，平等是正定，正定就平等了，法宝啊，觉是佛宝，啊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转回来，依靠清净平等觉。念念不离，处处不离，经宗比大乘来的方便，因为大乘没有相，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难啊，净宗有方向，我们念念都想着西方，念念念阿弥陀佛，着相啊，不是理想啊，执持名号，执就是执着，持就是保持，不要失掉。啊，把别的东西都放下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无量寿经。啊，你要想就想无量寿经，想无量寿是想极乐世界。一佛念佛了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所以经不熟，你没法子想，啊，你就胡思乱想了。啊，我一生受持这一部经，我的想是专想，专想极乐世界，专想阿弥陀佛。如果我学习的经典太多了，太杂了，那你想就乱掉了。啊，乱想的时候就错了。佛教我们至心一处，我们这个心是散乱的，不在一处，想东想西，那什么轮回心。啊，经论想多的时候也是轮回心，因为它不是一心，一心就是禅定。一心就是三昧，得定才能开慧，慧就见佛了，慧就见极乐世界了，啊，境界现前了。所以说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现前；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现前。啊，这样才能够平平稳稳取得了极乐世界。我们这一生那就有价值了。啊，大功圆满了！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得弥陀
本愿为神加持，就是阿惟耶之菩萨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耶之菩萨，这不可思议。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身，弥陀四十八愿加持你，你的身是什么人？法性身。你居住的同居土也是法性土，这还得了吗？不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世界是一合相为成聚，不是那个世界呀。这样殊胜的果报，就是经上讲的会以真舍利益。我们要不靠阿弥陀佛修到这个境界，要到哪一阶才能成就啊？遇到阿弥陀佛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得到了，那你就晓得这个机会难得。彭济谦居士讲的话完全正确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碰到了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我们今天遇到了，遇到要不把它抓住，不在这成就，你不就冤枉了？那你就真的错了。大错特错了啊！你能够掌握住，你这一生必定圆满成佛，这叫一生成就的佛法。啊，希望我们大家努力啊！念老所引用的一些经论，全都是祖师大德给我们说的真实语。今天时间到了。